第三次的节目是那个，我们这次又是开始用我们用中文来讲我们的这个人生成功的法则，又开始了。对，那么首先呢，咱们先来讲一下咱们这个直播间的一些注意事项。对，先由我来宣读一下直播间的这个注意事项。因为呢，在疫情期间呢，我们有一些防护措施，然后这个主播呢跟工作人员我们都进行体温测试。直播间呢50分钟换气一次，5分钟以上呢会通风一次。每次直播间呢轮换节目时都会进行全面消毒，我们也使用消毒喷雾除菌。这个直播室呢有窗户，录节目时可能会有救护车通过，录音受到警报声干扰时请大家谅解。好，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对直播间的一些宣传的内容哈。对，这个是这个直播间在征集节目的一个通知，如果有对这个鸟月节目组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加入节目组的一个支援会，有机会参观工作室，参加相关节目的活动。如果想要了解详情的话，可以看他们这个鸟月阿兹利 FM 的一个官方网站。很好，如果在日本的咱们华人的朋友也可以来参加这个节目。最后呢，这里还可以，如果想要详细咨询的话，可以在推特网上@AJPANFM。 好好的，那就我们的这个注意事项和我们的这个有关直播节目的一个宣传的内容就这样了。对，我们那马上进入节目吧。好的，好的。现在我们有请那个我们的主播尹老师做一个自我介绍。好的，好的，谢谢。那咱们先让把这个资料打出来吧，应该行。好的，那我先来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叫尹海书，是30年前来日本留学的，一直在做跟日本相关的，还有做国际的一些业务的顾问的工作。同时我现在主要做的是这次呢，我们做的这个用中文来解析人生成功法则的这个系统的一个分析师，我在做这个工作。而且有一些这个心理咨询的工作我也在做，同时呢我在做一些有关架起中日桥梁的一些友好的一些活动啊，也在日本做一些这方面的国际业务的一些内容。好，这就是我简单的介绍。那么那下面由逸婷也来介绍一下自己吧。啊，可以。那我就自我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我是2009年来日本留学的，之后在大原国际学校毕业之后呢，一直在东京工作，现在主要从事一个汉语教学，然后通信商品和以及各种日本一些商品的销售和翻译。啊，不错，这是可以用到中文和日语的这个语言了哈。也希望对。同时就是这个做这个中文节目，因为我们这个分析啊，有很多在日的华人也有日语不是很好的一些朋友，那么对他们来说可能需要像你这样的用中文去给他们讲解，将来是大大有用武之地的。希望我能对以后帮助更多的中国在日中国华人。对，好的，好的，好，那就下面咱们往下进行，咱们每期都要讲的有关咱们 SLP 这个系统的一个内容。对，尹老师，这个 SLP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分析系统呢？哦，这个分析系统呢，是其实是在怎么说呢，在这里边，第三行我们这里写的是世界唯一的
一个人生分析的一个系统。那这个系统它的由来呢，实际上是由咱们这个宇宙的法则，由来而来的。因为咱们太阳啊、地球啊这种宇宙的一个天体的一个活动运转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宇宙的一些规则、一些规律。那我们这个人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可能会受到这些天体的影响和宇宙的影响，所以通过这方面的研究，有关咱们季节啊、二十四节气呀、这些内容来，我们得出了这个一个成功的一个法则。所以说其实是跟统计学、心理学也有都有关系的。对对对，而且这个的话是属于全世界，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特别的。 对， 对， 对，你看咱们这里写的有310亿个类型，那咱们全球的人加起来可能80多个亿吧。所以说我们地球上所有的人，我们成功的一个方式和我们对我们来说增加运势的方法都不太一样，所以每个人都不同。然后我们对看到这个有用古代风水啊，还有这个东洋的占星术什么的，是吗？还有涉及到心理学。对对，因为你看咱们华人对风水还是比较重视的哈。咱们住的环境啊，包括这个地区啊，这个的风水，还有整个这个哪个地方可能风水更好，其实咱们建筑方面也都有一个风水学。对，那这里边呢，可能就在于用到咱们个人身上呢，可能就是咱们出生的地点，就代表了咱们本身出生的时候带着咱们的风水。对，那么还有一个东洋占星术啊，还有这个西洋的一些占星术的原理在里面，所以这里边可能需要一个出生年月，对对对，出生年月日来去判别。同时呢，咱们需要有咱们心理学上的一个内容。那心理学的内容可能就包括咱们血型啊、血型出生的顺序啊，其实都有关系。像我那个时候给一个人分析，他们是双胞胎，完全都是一样的，只有他出生的顺序不同，他的数据报告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很神奇啊。对，然后我就是这里面就是出生年月的话，就是我应该用的是大家都是那个吧，西历吧。 对， 对， 对，因为我也有碰到朋友，最近有碰到朋友就是用咱们中国人以前喜欢用那个农历嘛，对吧？对对对，我那个还特别跟这个开发的人去探讨过这个问题。他开发的这个系统是针对没有针对农历的，所以希望在日本的中国的朋友呢，还是要知道自己的这个叫阳历吧。阳历，对，阳历，不是告诉农历，而是阳历的这个出生年月日就可以了。以后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对，好的好的。那这个就是人生的一个分析系统呢，我们已经有26万人左右的人经过验证了吗？对对，这个系统啊，真的是开发的人是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开发了这个系统。开发之后呢，已经有4年前吧，应该是有26万人已经验证过了。那么这个推向这个是就是全给在日本已经推向这个社会以后呢，给很多人又做了验证，估计现在可能达到了40万人吧。在这个数据上，40万人。对，一开始的时候是26万人。然后这样的话呢，因为有40万人都验证了这个数据，基本上达到98%的这个适合率。对，我记得上一期节目咱们还说过，为什么有2%，对吧？对对对，因为这个2%啊，因为像有些人他输血，你知道有些人输血以后血型会发生变化。然后呢，同时还有一部分的人呢，可能他一在出生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长大期间的时候血型会有变化，也会变化，会遇到这样的人，所以他一旦他血型变化的时候，他这里边的数值就会变化。所以这里边需要有一个特殊情况吧。对对，有一些特殊情况。实际上真正基本上这个数据都是比较都是准确的。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的一个材料是吧？就是报告。对对，因为这个哈，那个咱们大家也知道，就是测试咱们的性格其实有很多的方式，像要回答问题的那种形式也是最后能够去判断大概有什么样的性格。但是我们这个呢，刚才说了有自己的生日啊，有这些显示，其实不属于这种算卦，其实这属于是一种科学的一个帝王学的分析系统，它是一个计算。对对，它是有一个演算法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就是系统上来说，我们需要往里输入的内容呢，可能就是跟咱们的生日、血型，还有我们出生的顺序，
同时呢，最关键的，我们出生地点是非常重要的，对，因为这一点呢，我们放到这个系统里边，就会出现咱们当时出生的时候的地球的经度纬度，地球的经度纬度直接影响了咱们整个系统的一个这个结果，所以这四个内容是必须有的，缺一项也算不出来。嗯，对，这个很重要。好，我们接着看下面。然后这个比如说我们出了一个这样子得到了一个这样子的报告的话，我们有什么那种就是指导意义呢？实际上大家看到这个呢，其实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人生分析系统对咱们来说真正的含义和它的本质在于，我们每个人其实还是不是特别真正了解自己的，大概知道自己的性格。那我们这样的性格是不是好呢？或者是咱们在做事啊，或者咱们生活当中、工作当中、跟人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的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很正确的？其实咱们都是不是很了解哈，对，我们只是有一个大概可能会这样，或者是咱们很多人都随着自己的性质去做事，但是这未必是成功的一个方式。所以说这个分析系统呢，就能给咱们一个出生以来就带有的，这是让咱们能够了解咱们的一个性格呀、特点呀。那首先让大家认识到自己，同时认识到自己以后，了解我们现在我们处于一个什么状态。那只有我们知道自己处于什么状态，才能去做调整或者是改进，或者是说下一步的时候做一些计划。所以这个是咱们了解这个报告以后对自己的一个深度的了解吧。那通过这个我们才能把它用在我们的商务上，用在我们的生活的人际关系上、家庭关系上。对，就像现在就是这个，我们看到它这个数据有一个特征是吧？对， 对， 对，有些特点。这个数据啊，真的都是通过每一个人的这个数据是客观性得来的，所以不是靠每一个人的，没有任何的主观因素在里面。我们出生带来的这些数据嘛，所以是一个很客观的表现，所以它属于在统计学当中进行的研究的一个客观的分析，而且是可视化的。对，那比如说刚才有这么一些指导意义的话，像我们是一些什么样子的人需要比如说用这个报告呢？需要实际这个报告呢，现在幼儿园也在应用、是吗？幼儿园开始，就是、每个小朋友在幼儿园的时候呢，他们就可能会觉得，哎，出生的时候他们出生的意义在哪里、他们深层心里是有什么追求而出生的，这个时候他们可能对他们长大以后成长的一个规划呀，或者是对他们一个教育是非常有帮助的。确实，如果从小就运用的话，更能帮助就是一个人生规划。对，而且对大学生也很重要。那么大学生在选择职业和他适合的行业里边，这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对，所以呢，我觉得其实是对咱们来说，每个人都需要的。要是我当时大学里如果有知道这个的话，就不会做。对，没错没错。那么对谁都需要，但是很多人说，那我也不清楚到底我在什么时期、什么时间点我需要。这个时候呢，我就觉得如果咱们人生当中遇到一个对自己现在有一点迷茫的时候，或者我们有人际关系处理不当的时候，有烦恼的时候，还有我们想换工作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的时候，那么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该怎么样去做。所以说有了这么一个报告，还是其实可以放到我们的就是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可以去运用的。20岁、30岁、40岁、50岁的人看这个报告的时候，他的读解都是不一样。所以像尹老师的话，读解就会更深，比我们就更深刻了。生活经验啊比较长，经历比较长。那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呢，因为出来是一个企业的报告是吧？然后这企业的报告的话，一共有这11个项目，对吗？对对对，这11项内容呢，因为我们主要是说，我们这个节目啊，每期我们都会请一个嘉宾过来，那我们会根据这个嘉宾的案例去给大家进行案例分析。上一期节目我们还请了那个北海道的华人华侨会长，对，黄奇先生，对 对， 对，是的是的，我们也给他分析了，对，更直观，可能更大家更容易懂。是吧？我们每期都会围绕着这些基础的内容去讲。好的，那么我一会儿再围绕这个展开。对，我们马上有请对今天的嘉宾。对，到时候下半场我们 对分析这个内容。好的，好的。好，那我们有请今天的嘉宾。我们有请今天的嘉宾，对，尹总。好，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尹总的到来。那首先让我来介绍一下我们尹总。尹总是法学硕士，然后是现在龙江环保集团驻日代表，秋田红生物科技公司的副总经理。哇，我们欢迎，很棒啊，对，很棒，年轻有为，真的，这么年轻就在日本这个来领导咱们国内的企业在日本去发展哈，对，真的，哎，很棒的，嗯。好的好的，那下面由这个尹总简单的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对，先由尹总做一个自我介绍。嗯，好的。尹老师好，一婷好、啊嗯、直播间里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尹胜坤，是秋田红集团日本分公司的负责人，来日本已经5年了。我们公司从事着、乳酸菌后生源的贸易进出口方面的工作，然后致力打造、中日友好合作贸易往来。很高兴今天能参加尹老师这场直播间，也希望能把我的心得体会和各位观众朋友进行一个分享。好，谢谢，好棒。哎，尹总，那您来日本5年，就是刚开始应该也很辛苦吧？是的，我是刚开始我确实是不会日语就来到了日本，嗯、然后经历了语言学校学习的阶段，后期又通过这个创业一步一步，确实有一些还好、嗯、对，大家因为都是这么过来的，如果是留学生，因为我也有比较有体会，对，嗯，那您现在这个哦，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商品是您现在公司的商品对吧？对对对，嗯，很可爱，对对，包装很可爱，对，这难道是适合女士的吧？对，包装很可爱，这个是我们的女神款哦，就是益生菌是吗？就是就是我们这个益生菌和就是普通的益生菌还有一些差别。我们益生菌呢，在日本俗称杀菌型益生菌，也叫死菌，是经过特殊工艺高温进行灭活之后得到了一个死的菌体。这种菌体呢，进入到人体之后，仍能对我们的宿主细胞产生有益的功效。影响我们的整体一个健康环境，比如说增强我们的体内的增强人体免疫力、抗过敏、润肠通便，然后美肤美肌等功效。不同的益生菌，它有不同的菌株，有着不同的那个机能效果。哦，因为像我也比较平时就是喜欢喝酸奶。对，因为知道这个肠道健康是很重要的，对，包括对皮肤啊、美容啊之类的，嗯，那像您这些产品都是有这些，还有那边这个产品都有这种功能。是的，是的，我们这个也是根据不同的人群分别出了几款不同的产品。哦、比如说我们像这款是比较受众于广大群众的，就是增强人体免疫力的。大家众所周知，这个人体免疫力60%-80%来自于我们的肠道，肠道健康了，专业的，这么专业，肠道健康了，我们人体的一个免疫力就会提高，然后就不会被一般的病毒所侵犯，特别现在这个corona新冠期间，增强免疫力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必须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受众范围比较广的就是我们这个小绿菌，这个小绿菌，对，这个菌株是来自森永集团森永乳业的一款明星菌株，日文叫喜怒斗牛酸菌，也就是盾牌菌。就是顾名思义，就是有一个无形的盾牌挡在我们面前，很形象，去抵抗这个病毒的侵袭。哇，特别形象，真的是一个非常专业、非常形象的一些内容啊。那对尹总的话，为什么刚开始就是要选择这个行业呢？嗯，是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是也众所周知呢，就是日本是一个长寿的国度，男性的平均寿命达81岁，女性达87岁，这与他们日本人的这个健康意识是分不开的，满大街琳琅满目的药妆店里面陈列着各式各样的营养保健食品，对，然后近些年来呢，其实在商超里面、便利店里面有很多普通型的食品里面也突出了功效，他们绝大部分大概在60%-70%的这个普通食品中都添加了像我们这种益生菌的灭活型益生菌的这个菌株，来起到这个功能功效的作用。现在在日本那个市场反响特别好。
哦，就是日本在平时生活当中、食品当中就已经加入了这些这个益生菌。是的，因为它这个益生菌它很厉害，独有的这种特性，它适合添加到任何形态的食品当中去，所以它的应用非常广泛。所以我们公司呢也希望把日本这个好的菌株技术上的合作和这个产品上的合作去推广到中国，去影响到我们国人的这个健康。啊，这个是真的这是也起到是一了就件是这个桥梁的桥一梁，个对对作用。真的是很棒的。就像尹老师，您是做心理健康的，这一块也是又是关于健那个身体健康的，都需要。其实身心健康是一体的哈。对对对对对对。应该咱们这个话题都是围绕健康，只是健康的部位不一样。对。但是我觉得这两个结合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非常好。好的，太棒了。对，太棒了。那尹总的话，就是您现在这个公司的话，以后有没有什么更好的那种规划啊？是的，我们秋天红集团呢，形成一个三步走的一个战略方针。首先是与日方我们几个合作的比较大型企业，我们进行贸易上的合作。然后第二步是进行技术上的合作。第三步是进行一个国际资本上方面的一个合作模式。现在我们已经通过两年的努力和进展，我们已经跟这个日方几个比较知名的乳酸菌公司达成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这么一个模式，然后对继续也继续依照我们这个战略方针往下去做我们这个中国后生源这个市场。已经打好基础了，已经对打好基础，这接下来就是有更高的一个发展，您就更有可做的事情和作为了。对，真的是年轻有为。对，不错不错。那对了，我们等一会儿下半场呢，因为我们会根据尹总的一个企业报告来，然后由那个尹老师做一个分析，解读。然后尹总，你刚开始怎么就是看到这个报告之后有没有什么感想？是我看到看到这个报告确实给我眼前一亮的感觉，有一些就是有一些特别点，我觉得在我身上真就是有一些得到了应验，或者得到了一些帮助，或者实际上有一些改变吧。确实有一些改变。您一开始的时候没有接触这个的时候，是不是没有接触过类似这样的一个分析系统啊？是没有接触过。那在国内的话，比如说平时会不会关注一些什么血型啊，就是星座啊之类的，这方面有没有了解过呢？自己的？星座可能会了解一些，只是也是浅显的，不是很深。其实这个报告呢，真的是对您未来在日本的发展，或者是在您的事业上，您还这么年轻，将来有自己的小的家庭啊，或者是处理这种家庭关系上，是非常会有帮助的。所以这次呢，因为我跟尹总认识已经一年多了哈。也是有新冠期间，后来我们也没有各自做自己的事情，比较忙。那我也是在这个期间刚好去研究这个。这次我想能够让尹总邀请到这个直播间来跟我们共同做这个节目，也是非常幸运能够一起探讨。特别是像我觉得这个节目应该是年龄30左右啊，20左右，或者是40、50各个年龄段，我觉得都应该来去那个不同的年龄段可能看问题的方式啊。也都不太同，不太一样，因为毕竟如果每个人的人生的经验吧，就是结合才有自己的经验，可能对这个解读也会不一样。对的对的，那个特别是大学期间，年轻人其实更深的了解一下自己，然后再去怎么说各种挑战啊，可能会对他们来说更挑战的事情是更有作用吧，更有效果。我觉得，没错，对。是的，希望那个尹总的话以后还能经常运用这个的话，可能是对事业的帮助更有更大的发展。对，然后我们先那个就是马上进入就是下半场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之后会看到一个尹总的一个企业的报告，然后由那个尹老师具体的一条一条的给大家可以作为一个读解的展示。然后到时候我们再具体的尹总可以谈一下，就是您对就是结合自己自身的经验谈一下感受。对，好的，
对，没问题。那就那个什么，嗯、咱们先，因为时间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哈，嗯、咱们可以先，要不聊一下聊一下。对对。好的。那我们这样，从这个您看到自己的这个分析报告的时候，您觉得在自己的工作上有能有用处的地方吗？或者是说，哎，您觉得这个系统，或者是有什么提的问题可以向我们了解的，可以向我们提问题，嗯。嗯，可能看到这个报告，我觉得可能在这个现在我现在也是个创业阶段嘛，可能报告里面有一个空那个，哦，那个阶段属于社会人以上的这个、嗯、这个年龄层这一个报告，可能对我的触动还是比较大的，然后有一些需要让我去怎么样调整啊，或者需要怎么去改变呢？一些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您的悟性好强啊！对对，然后我觉得，然后看尹总对今天还带了一条紫色的领带。嗯，是。这个是原来就有的吗？还是特地为配合这个节目？这是也是很早之前就买的一领带。对，然后我看我那个报告里面可能还有个紫色的这个幸运色，是对吧？还是很棒的，因为我们这次为了这个节目哈，然后提前做了这个尹总的一个报告。这个出了这个报告以后呢，大概看到以后，你看他马上就开始行动了，对，马上是用到自己的这个生活和工作当中。就像其实这个对每个人来说真的很重要，对，就像尹老师一直是黄色的，对，我以后这节目一直会穿黄色的衣服。对，我的话其实绿色是我的那个能量色，但是我的这个蓝色是我的幸运色，所以就是平时大家也都会注意运用的话，确实能增强自己的运势。对对对、嗯、其实这个说到这个颜色哈，大家可能都不太知道为什么颜色跟自己有关。实际上呢，不是说自己喜不喜欢这个颜色，而是说这个颜色的话，可能咱们的这个颜色跟咱们自己的周波数是相吻合的、嗯、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咱们做事的时候会促成咱们积极向上的一个结果，或者是说给咱们增加运势，达到咱们的目的和要求。所以说你越是往这个跟自己颜色去靠拢的话，可能你给别人看的这个魅力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可能像逸婷是绿色的话，对，我的是绿色，经常要穿一些绿色的。那么偶尔比方说像今天你是为了挑战、嗯、穿了这个蓝色，对，可以的，为了让这个自己的这个挑战能够去更好的去发挥自己的这个长处，所以可能穿那个蓝色。但你看这个尹总今天特别棒啊，对对，他把这个幸运的颜色呢，紫色不是青色，是作为幸运色，然后就是能量颜色是这个紫色，紫色，你看给一起衣服是这个搭配在一起了，所以说这个很好啊，嗯、因为这样的话呢，既保护到自己，然后让自己增加运势，同时有挑战的一个这么一个效果。所以我觉得拿过来马上这应用，这就是真的每个人只要是这样的去针对自己这个积极去应用的话，一定会达到这个效果的。嗯，只有做的人哈、啊、真正是做了一段时间自己就会有这种感受的。嗯，所以我觉得这个颜色真的非常重要。那么一会儿呢，可能会根据这个具体的我们再分析尹总这边的该怎么去做，可能对他更对对顺势而做。是的，是的、嗯，我们除了一个颜色啊，还有以数字啊、幸运能量数和幸运数字、嗯，对，到时候我们下半场，然后具体再结合实例分析。对，好的，好的，嗯，行，那我们这边的这个节目呢，先简单的这样做了这个内容，一会儿会展示出来。嗯、具体的到时候我们下半场再一条一条具体的分析。好的，好的，嗯，行，那咱们进入中间的这个咱们的一个视频广告，然后咱们休息一下，对对，休息一下、嗯、然后咱们直接开始。
欢迎大家回来，回到直播间。对，那我们就接下来就进入下半场。对，关于这个人生成功法则的一个企业的分析报告，这次呢是关于尹总的一个企业报告。对，好的，那我们先把这个资料，对，我们先把报告展示出来吧。好的，好，这个就是这个每一次都是一样的吧？第一页，第一页都一样的。好的，好。这个第二页呢就是尹总的一个个人信息，我把它隐藏掉了，因为涉及到隐私。对对对、嗯、个人也是咱们就不要打出来。对，那么像刚才呢咱们讲的有这个纬度和经度纬度吧、嗯、对对对是吧，对对对，有出生地点，然后自动的由咱们系统里出了这个经度和纬度、嗯、一个度数，然后这里面有出生的这个顺序生日，然后有顺序，然后血型，对，就这个四点就能出这个报告。然后最后的话，一个就是出生地址，对，对，当然就是越详细越好。对、嗯，这个报告呢，实际上还是咱们的简易版，因为它只有十一项内容、哦。实际上对咱们来说，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更有指导性的一个更准确的，实际上有55项内容。哦，现在大概有18张报告、哦。这个报告呢，因为太多了，咱们内容讲不完、嗯，所以每次咱们是以这个简易报告来讲的。我觉得这个简易报告其实内容也很丰富，有11项内容。哦、对对对，没错没错。对，嗯，好，那我们接着看这下一页。下一页呢，就是进入那个尹总的他的一个个人报告了。嗯，就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尹总的一个魅力颜色，它是一个紫色。对，所以今天对这个很适合您，真的觉得对紫色。嗯、那个尹总，你觉得你以前就喜欢这个紫色吗？嗯，没有特殊的喜欢吧，就是那次反正也是看到了就决定写。对啊，那还是潜意识里面可能有这个就是喜欢、哦、是吧？是的是的、嗯、这还是真是 无意识的去做了这个选择。对对对对对，说明您在这个深层的这个心理当中还是对这个颜色其实还是有一种选择的时候其实是有相关的一个关联的。对，不然您未必去选择那么多的颜色当中怎么会去选择紫色哈。是的，这也是我经常佩戴的一款领带、嗯、啊，真的，所以您现在可能才这么顺利哈。嗯，跟这个运势有关系吧。对，那尹老师您看这个紫色后面他写了几个，因为这是日语版的，所以我们、嗯、请尹老师对简单的做一个中文的说明。对对对，这个紫色啊，实际上大家看到紫色的也就是说呢，一个直感的能力比较强的人，就他的这个直觉还是比较强、嗯、他紫色的特点是这样的。另外一个紫色的特点呢就是说他好奇心也比较强，嗯，所以对很多的事物自己去挑战，像这个尹总刚把这个报告出来以后，你看他就勇于挑战嘛，嗯，其实这是一个好奇心引导您去挑战的、嗯、哎，你觉得为什么呢？就说、哦、哎，挺有意思，我去试一试、嗯、尝试一下。另外呢，这个紫色的这个带有紫色特性的咱们的会有一种就是喜欢旅游啊，哦，还有一个喜欢自由，自由，嗯、啊、那尹总您是不是喜欢开车，平时喜欢对自己开车自驾游啊什么之类旅游之类的？嗯，是的，我在国内是经常开车自驾游、嗯、但是来日本了之后嘛，不需要得哎得拿到日本的驾照才能、嗯、才可以嘛。然后但是我拿的日本驾照也非常波折。哦，哎，怎么波折？我是从大概是从2019年开始换日本驾照、哦、嗯，然后考了一年都没有通过这个驾照、哦、比较严是吧？比较严格的严格我知道，对，规则不太一样，然后特别在国内开了很长时间车了之后、嗯、很难就适应，因为日本跟中国的这个规则这个座驾就是驾驶，对对、嗯、相反的，左右相反的，对、嗯、对，是的是的。哦、嗯、那看来这个还是这紫色还是这个特点那个尹总还是有的。对对对、嗯、因为这个比较喜欢旅游啊，可能旅游给您带来的运势比较好。但这里边需要一个注意的点哈，就是可能
有一个方位的一个科学性的研究里边，如果您今天去旅游去的地方，方位一定要是吉利的方向才好。因为咱们紫色的人，比方说去到当地去旅游，当地的比较好的咱们也能吸取，对咱们不利的咱吸取的能力也是比较强的。就还有这个说法，对对对，所以说呢，咱们将来您旅游的时候啊，一定要选择日期，选择这个日期的这个地点，对咱们是有利的吉利的方向，咱们再去。如果是对咱们不是吉利的方向，一定不要去。去了以后，您可能会吸引更多的一个对自己不利的东西，也会强烈的吸引，就是不吉利的全部吸引过来，好的坏的都会吸引。对，因为这个在当地去吸引的这种能力比一般人强一些，这就是紫色的人和带有旅游的旅的深层心理的人具有的这个一个特性。然后因为咱们比较喜欢自由嘛，不愿意被约束，所以说可能对一些新的事物啊，我们接受度也比较强，就喜欢挑战，是吧？对，是。尹总，你平时也喜欢有什么一些兴趣爱好什么的，就喜欢那种挑战吗？对，兴趣爱好还是蛮多的，比较广泛，也会去尝试一些新鲜事物，对，所以我觉得你看这次来到我们直播间参加这个活动啊，这也是一个挑战，其实是一个就是一个对尝试挑战，没错没错。所以说呢，带这个紫色的人，他的能量也是比较强的，但是呢，有一点就是每天干同样的事情是他们不擅长的啊，不喜欢天天做一样的事情，是吧？所以呢，刚好尹总这边比较适合是什么？来到这里建立新的公司啊，然后建立这个自己的一个打这个基础，实际上遇到很多的事情，都是要跟一些新的事物要去做挑战的，打交道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紫色的，您的有这种灵感在的话，可能对您未来做事还是比较有帮助的。有帮助。所以最关键就是要注意这个紫色的特性啊，您一定要选择对自己吉利的方向，这是您的一个很重要的将来要自己注重的一点吧，我觉得。好，那我们对接着看这个心字，它是一个属于深层心理，这个心的话，那就是我们想到这个心的话，就是天空啊星空啊之类的。尹总，那您喜不喜欢就是比如说偶尔晚上会看看星空啊之类的？这个经常会有时候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也会走到自家阳台上自家阳台上看看星空。那还有比如说这个星的话，还有像我们会想到明星啊，比较这种嘛，明星的话就是说会受大家很欢迎，对吧？那您是不是，我猜想小时候会不会很受欢迎啊？可能吧，可能在小学的时候，那时候比较淘气，学业压力不是那么大，可能是一个比较孩子王的表现啊，孩子王啊，那就是受大家追捧嘛，是不是？然后那现在我觉得现在的话你也挺有明星相的，明星范儿。对对，然后应该人缘很好吧。还好。不错不错。这个星呢，其实总结起来呢，实际上就是有一种明星的一个明星范儿啊，然后有这种明星的特质啊。另外呢，您这种深层心理实际上就是您出生以来所带来的，实际上对您来说今后的这个课题是应该多出去在外面表现自己。您越表现自己，越在人的面前去展示自己的话，您的运势会更好。如果您把自己隐藏起来不去展示的话，可能对您运势方面可能是不利的。所以说这个是您出生以来带来的。我们为什么深层心理实际上是一种对自己的这个怎么说呢，灵魂追求的一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呢，您追求到自己灵魂追求的内容，如果您觉得很满足的话，您做起事情来可能对您来说更顺或者是更好。所以说另外您的灵感呢可能也来自星空所以您如果未来去有一些烦恼，或者是在工作当中需要有一种方式去解决找灵感的时候，您最好边看着星空边去想，这样的话对你更有利。对对对，可以多看看天空。是的是的，原来如此。好的，那我们接着看下一页吧。好，下一页呢是这个一个空字，对吧？缩拉，对对，日语当中，然后这应该也是跟天空有关的吧，对吧？那个尹总的话，对，除了就是刚才你也说你平时就是会看看天空啊什么的，那就是这个空字的话，我们是说
作为一个就是进入社会以后体现出来的一个对价值观啊，就是思考方式。嗯，像尹总，因为现在就是已经是作为一个公司的代表啊，副总经理啊，他就是在是从就是整体要考虑全局出发的一个地位，是吧？对对对，这个空呢，你看刚才跟兴冲有关，然后这个空字呢，代表咱们走向社会，经过在社会磨练五年啊，这个空的这种能力就会慢慢发出来。所以说呢，您这边呢肯定是从现在开始已经刚好来日本五年，对吧？对啊，对，我觉得这个空字的这种这个您的特别的这个能力会从现在开始是越来越发挥。如果您有意识的就是说我在什么方面我该怎么做，实际上这里面是有一个一个对咱们来说是有一个指导的一个方向的。那这个方向空，您看到这个字有什么，对，有什么感觉吗？这个空字看到之后，这首先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天空，比较喜欢自由的这个怎么样自由的感觉，然后也喜欢大海啊、哦，还喜欢大海，对，喜欢海天那个相应那种感觉对，时常也会去海边玩，去海边走一走，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一定的联系的。那咱们展开来说，这个空啊，实际上就是看到的就是天空的空的字一样。那您想，人要是在天上的话，是不是看的范围很广啊？面积会很大呀。咱们坐飞机看到的那个点，和咱们实际在地球上下来以后看到的点，看的距离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其实您以后在工作当中用的这个格局就是一定要大格局，方向大的方面，这个具有天空特质的人呢是具有领导才能的人啊，所以现在适合做领导，对，适合做领导，正好，对对。所以说您这边在公司做事当中，可能您还是要多把自己放在怎么说呢，视野开阔一点，大的格局去看问题，处理问题，同时您这边要有一种使命感。比方说您现在这个工作啊，到这进入到这个行业，您做现在的这个工作，包括现在做的这个事情，那这是跟人身体健康有关的。那您做这个业务进入这个行业，您有什么样的使命感，您需要自己去考虑，用这个使命感去指导您未来的这种商务啊工作，我觉得对您发展非常好的。那这个空就代表要有使命感，然后确立自己未来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哎，您是不是已经有了这个？现在有没有那个就是一个怎么说全局的那种感觉？一个规划规划，对对，想法。是啊，我们做这个行业，这个健康食品这个行业，就是带着一种使命感去做的。因为这个日本有这么好的产品，中国现在这个健康食品这块还相对于起步阶段，还比市场比较还是在处于零这个状态，还很少，所以我们也希望带着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去把更好的产品更好的这个原料去带给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其实我们做这些不光是像我们这些产品，不光是对于个人，我们也会跟很多大手企业进行 to B 的这个业务上的往来，去利用对方的产品属性，我们嫁接到我们的这个菌株，去帮助他这个产品也有功能功效，所以让人们每一天生活吃早上吃饭中午吃饭可能都会有功效的去摄入，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其实这个功能性食品，对对对对，这也是一项就是社会，对对，功有具有社会价值，如果做发展好的话，对对，其实这个就是为了人身体健康的一个使命感，做的这些事情都跟人健康有关，而且能帮助到人的健康，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大的格局和未来。所以围绕着这个去做，那么把这个自己具体做事情的时候怎么去把这个领导能力发挥出来，我觉得您这边肯定是错不了的。下次希望您成功以后再来我们这边直播间做这个节目。对对对，是的是的，我们期待。因为我们这个直播间的节目呢也是
其实我跟逸婷啊，也都是想通过这个节目帮助在日本的华人还有在国内的华人，嗯，如何就把自己的人生走得更好，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幸福的人生，尤其这个身心健康，嗯，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咱们虽然是面对的行业不同，但是我们做的事情其实达到的目的和这个使命应该是一样的，嗯，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对，接下来这一页呢有两个数字，一个是 5.9， 一个是25，这又代表什么呢？嗯，其实这个呢是刚才我们倒三角的那里边讲的，嗯，从小学到中学我们每个人形成的一个想问题的时候的一些思维方式，嗯，思维模式，还有我们想问题的快慢，嗯，其实这个都是我们在小学到中学的时候形成的，嗯，我们这个报告都是用这种大数据来表示，啊，所以让人看着这个数据就知道我现在程度是怎么样。嗯，像尹总的话他就是属于现在型的一个思考方式，您是不是就是不太想就是过去，也不太会想就是未来，就是比较用现在的一个方式的思考方式。嗯，我觉得走好脚下的路，那这个就是现在型的思考方式吧。没错，那个因为这里边再展开来说一下，如果前面四的人属于过去型，嗯，那这个五呢，5.9的五就代表现在型，嗯，如果是六的话呢代表未来型，嗯，那咱们四五六期间的人是最多的，嗯，那现在型的人的特点就是我很重视我现在做什么，嗯，我现在做的事情如果现在出现问题我马上就有解决现在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嗯，这就是现在型的人的特质，嗯，那这个特质呢其实对咱们怎么说实际执行力的，在公司里边啊，您公司里边如果有五的人的话他是适合做执行的，嗯，如果是六的话适合规划啊，嗯，尹总的话还属于比较快的，对对对，那个，这个小数点后面的九实际上咱们平均的数值这个是在四，嗯，那你想比四还多了五呢，对，其实最快的这个九的数字就是思维方式思维模式，嗯，一个节奏比较快的意思，嗯，是不是您有一些信息想问题很快，就是接受东西会很快，我觉得嗯嗯，我喜欢就快速处理一些啊，我觉得真的是我们刚接触这个一个星期准备做这个节目之前大概讲了一下这个系统，嗯，就能应用到现在，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快的速度，对，嗯，然后25的话它是就是表示一个直觉是吧，对，这个25呢像这个有三个这个思维的一个方式，这个思维就是接受一个新的事物的我们的大脑是怎么想问题的，那左边数字越小就它是直观的去感觉，嗯，直感很强的人，直感很强，靠右边的数字的话它就是理论性很强的人，它需要靠信息，对，嗯，然后我们接下来看到一个这个数字的话也是代表一个行动力是吧，对对对，我们这个行动力就是用数值来把它表现出来，这都大数据的，嗯，哦，那我们最后再看一下，最后这是已经最后一页了，对，最后一页的话就是我们刚才也已经提到过了一个那个幸运色啊，还有这个数幸运数字对吧，对对对，像尹总的话他的这个能量数字是七，然后幸运数字是二，然后您是不是很喜欢这个七呀二啊之类的，嗯，是的，七可能是在我人生当中占的比较重要的一个数字吧，因为我生日里面也有七，这个很神，嗯，很巧啊，嗯，真的，嗯，其实这里边那个因为咱们这个数值哈，能量数字跟咱们能量的颜色一样，都是为了保护咱们给咱们运势的，所以希望您以后多用七来做事，然后咱们这个颜色的蓝色呢咱们就挑战的时候来用，所以您今天非常好，今天真的非常好，紫色加蓝色，对对 对，做得非常不错的，对，好的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时间有点有限哈，只能是把这个简单的大概讲一下，那么之后呢尹总这边如果运用的时候遇到问题也可以再想我们去来说一下，对，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尹总对来做客，把那个咱们的这个一个信息啊说一下，如果将来对我们这个节目啊有联系的话可以联系到我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节目，我们今天尹总这边过来以后
下次还希望您有机会的时候再来我们这边，对对，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可以分享一下您之后的，比如说运用之后的感想啊。对对对，非常欢迎。咱们几次都可以，您十天以后再过来也没有问题的。好的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对，今天非常感谢尹总，然后感谢对尹老师给我们的讲解，对，好的好的，谢谢大家，谢谢，对，我们希望下次再见，好的，谢谢，拜拜。Thinking about your boy.